材料清单，尖椒那种青的、直的、不太辣的椒，鸡蛋、盐、尖椒洗净切丝，鸡蛋打散少加一点盐调味。热锅凉油，油五成热，炒鸡蛋八成熟，拨到碗里备用。炒尖椒一分钟，放盐搅匀，把鸡蛋倒进去，翻炒一会儿出锅。小贴士，我不能吃太辣的，所以尖椒只用了一个，而且切成了丝。特能吃辣的，可以切成大点的块或者辣椒圈。